同时举起你们的手，并大声的喊出 Bobo， 就有机会可以将 Bobo 最精美的礼物带回家哦。那一开始我们来问个简单一点的问题，让大家暖暖身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你们满满的活力还有热情。请问台北新车大展中最受瞩目最耀眼的展场是？太棒了，一大早大家都非常的有精神。那我们请玉安来为我们送出下一个礼物。好，接下来我要送出的是超可爱的麋鹿书签，总共有三款，那我们分配，平均分配给左边、中间、右边的朋友们。那我问一个相关的问题，请问 Bobo 的吉祥物是什么？那我数到三，大家喊 Bobo， 我就选出最特别的 Bobo。那我们先中间的观众朋友，一二三，好像有一点小声哎，玉安。那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一二三。我选到人了，波波，答案是一路，恭喜，太棒了。那我们先换左边的观众，那请可人帮我们选一个，那一样我数到一二三哦，一二三，波波，我妈也选到哪个？